我一直住在筒子里，不可能搬到外地。成都集团在 CDC 没人能代替，飞的都是头等舱，最基本的待遇。在普利酒店穿点浴袍都比他们帅气。我不关键时间，几十万的手表只是装饰。我的风格独一无二，不可能有相似。连泡个妞我都不得用普通人的方式。人就像商品，也分不同类型、不同档次。我虽然个子高，但是姿态摆得很矮，主要是散发出的气场比一般人拽。一旦锁定了目标，就不会轻易。更改我的一段 verse 价值五万，有钱就能买。金钱人是鬼推磨，生意遍布全中国，已经形成了规模。在街上跟我偶遇，要个合影发到微博，他就开始到处招摇，说我跟他睡过。咋可能嘛，我的眼光那么高的，我承认我确实也喜欢非常骚的。既然那些流言蜚语没有办法消灭，那我就继续肆无忌惮当个玩少爷。随便他们将我晾在门头，撸完两手他还在找状态，他疯狂发微信，他晓得我在上海，我行程太满没有时间陪他逛街。其实开了外挂系统想要把我给删好，兄弟来自四川，后来的 flow 就像野山，隐藏我的眼神猎杀我就像是雪山。现在没得老子脾气差的就像铁山。靠，我晓得这就是你们想要看到的结果，我懒得去解释，反正已经越描越黑了。我就是想当反面教材，好娃娃不要学我。那些拿奖的歌真的好听啊，快点切了。颁奖典礼上耍脾气，直接甩麦克风。在现场母的特别母，凶的特别凶。那歌都不是自己写的，爱豆也去冲。我就像忍者戴着面罩躲在黑夜中，看我用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谋杀了 battle。穿着 rap 三门，但并不影响我战斗。看老子每周末都打卡再提。一行战楼，只要我们还活着，在你们就没得盼头。我太会穿了，连阿米瑞都要给我 setting， 不需要造型，是因为相信自己的水平。脖子上链子太重，已经让我得颈椎病，所以要经常抬头欣赏山顶上的美景。随便他们将我晾在门头，撸完两手他还在找状态，他疯狂发微信，他晓得我在上海，我行程太满没有时间陪他逛街。其实开了外挂系统想要把我给删好，兄弟来自四川，后来的flow 就像野山，隐藏我的眼神猎杀我就像是雪山。现在没得老子脾气差的就像铁山。靠，随便随便随便